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每一次其实 EXO 来到快乐大本营的时候，现场都会是一次欢乐的热潮。是。那不管是在之间，也有很多心里话想要对着对方说，但是也许不是当面能讲出来。那来到他们熟悉的快乐大本营的舞台，我们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我们来看看他们要跟好兄弟说些什么心里话。各位请看。兄弟质量这个单词真的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吧。물같은존재죠저희 EXO 멤버들이없으면저는못사는것같아요꼭필요한형들인것같아요除了亲人以外最重要的吧兄弟就是可以同艰苦共患难关键时刻能够互相帮助的人就是兄弟처음으로저희 EXO 가 다 같이 대상을 받았을 때가 굉장히 감동적이었던 것 같습니다. 拿到大奖的时候，那一瞬间在宣布得到大奖的那个人是 EXO 的时候。올해의앨범 EXO! EXO! EXO 축하드립니다. 脑海一片空白，完了就泪已经涌出来了，但是还是忍住了。让他不让他留下来，男人。저희 EXO 가 멤버가 11명이기 때문에 생일 파티가 1년에 11번을 합니다. 한 명도 빠짐없이 다 같이 그걸 잊지 않고 항상 챙겨주는 모습에 每个成员在过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去买蛋糕，完了以后偷偷的到过了生日以后。完了，给他庆祝这个生日。对，생일챙겨줬었는데그때정말감동적이었었어요。都会有点想哭的感觉。像最近我们有经历了一次，就是有一个不是太好的事情嘛。走了那个人是属于 M 的 M 队的嘛。然后这次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每个成员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影响肯定会是有吧，但是，怎么说呢？그때콘서트전이라서연습도많이하고스케줄되게많았었어요我当我进走进的那个走进练习室之后，这每一个成员都在出着很多的汗，然后面带着笑容，都非常的坚强的在跳每一个动作，就跟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但我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很累、很不开心、很不好受。既然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更不能自暴自弃。아무래도힘들수록서로를의지하게되는것같더라고요只要大家坚持住，应该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就真的很感谢他们还在 EXO 这个团队里面，还一直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对，很想感谢他们没有离开这个队伍。미래는어떻게될지모르니까나중에는이제저희가늙어서춤도못추고노래도잘못하게될수도있고인기가많이없어질수도있지만끝까지 EXO 로서잘했으면좋겠어요 EXO 의무대를봐주시는팬분이그사람이한명이라도있으면저희는영원히무대에올라서서춤을추고노래를부를겁니다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有可能兄弟情永远都在兄弟们 E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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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사랑하자사랑하자사랑하자미안고마워 EXO 사랑하자永远爱你们사랑합니다
因为他们是单独录的，所以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啊、但是我们在剪辑的时候发现好像很多事情是他们都已经约好了一样，共同一起走过的日子还是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共同的感受。所以呢，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兄弟们之间彼此互相支撑，互相勇敢地一起走下去的信心。守护，说说你看到兄弟们讲的这些话你的感受。일단우리멤버들한테너무고맙고서로를이렇게생각해주고사랑해주고하는우리멤버들한테정말고맙고우리멤버들앞으로도서로믿고의지하면서함께행복했으면좋겠습니다来我们小娇一心我觉得都不容易吧，大家在一起的缘分，然后在一起珍惜，我不知道永远可以有多远，但是我只知道就是珍惜在我身边的你们每一刻，我就足够了。很累啊，当然这么多人在一起当然会有很累的地方，但是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很多大不了的，我们是一个团队嘛。好，所以来我们掌声给 EXO。 我们一起来给 EXO 加油好不好，用你们的方式好吗？EXO 사랑해 EXO 사랑해最后我们会记住的还是这些青春的汗水，还是大家在一起团结起来努力的那些时光。我觉得一个好的团队需要经历一些磨练，那么我们今天看到 EXO 一定会比以前更加的坚强。在这里我们用最多的祝福除了像 EXO 这样的所有在自己的事业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努力拼搏的每一个年轻人，祝大家都有更好的明天和未来。飞鹤一罐好奶粉，飞鹤奶粉提醒您下期看点。下周六晚，快乐大本营，全能男神。